今天我们来扦插绿叶猪椒，看能不能成功。扦插的绿叶猪椒长得真好，后面的马齿苋也都开花了。哎呀，长得真太好了，看，都这么粗，这叶子挡住了，底下长了这么多的叶子小芽，横着的枝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它是怎么长的？来打开看看。哦，它长在它的关节的上面，哎呀，实在太好了，长了特别多的小芽。我们转过来看看吧，侧过来看一下，后面长得也很好。来看一下这个，底下长了不少呢，能看得见吧？对着下面，枝干长得很粗，连马齿苋长得也很好。中间我又给它加了一些复合肥，我们拿出来看一看吧。既然都已经扦插的这么成功了，拿起来看看，不要伤到它就行。我来磕一下。哇，拔不动呢。天哪，长得这么好呀，长成了一个小方砖啊。可以可以，看到了，这回就知道它怎么长的了。啊，看清楚了吗？它长在它的枝上面的，里面长了很多颗。哎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就把它再放回去吧。哎呀，这样的长的，我们把它再放回去。哎呀，好嘞，放回去了，继续让它长吧，不要伤到它就好了。好嘞，再给它喷点水，继续照顾它。再仔细看一下它们这些小苗长得有多好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，新长出来的叶子是红色的，后面的花长得也很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再会了。